怎么办？拍照撤离，在报警。关注微信和微博，遇到拥堵请绕行。上车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出行无意外。疲劳驾驶要不得，停车注意多休息。往年都会通过发宣传单以及横幅的方式告知大家，但是那个效果。 在往年起来不是特别理想，所以我就想出通过这种诙谐幽默又通俗易懂的方式，希望更好的表达出我们交警的这个对这个群众的帮助。 我们最想达到的效果就是，最好路上不要发生拥堵了，人人都懂得这一点。我们那个我拍的那个出行招所表达的意思，这是我们希望最想达到的效果。但目前为止，就希望它一步一步的扩散出去。